回去就和你们爸妈说，不要去普通学校学习了，继续在我们国学班学习。当目睹另类国学课，你会怎么做？在这家便利店内，我们已经隐藏好了摄像机，观察后台也准备完毕。现在观察开始。国学老师带学生来到校外，准备给他们补补课。 你们在家听父母的话吗？我听你话，我有的听，有的不听，怎么能不听呢？他们有些说的是不对的，不对也要听。咱们国学班里怎么教你的？爸妈说的话，不管对不对，都要认真听。你说，你先说一下。孩子要听父母的话，不管父母说不对，都要听父母的话，还是要无条件的服从父母，都要听。很好，坐下。你们的父母是生你们养你们的人，知道吧？男士一直在关注。 很多国学班，尤其是给小朋友的，里头就抓住了这一点。父母说的一切都是对的，父母说的一切你们都要感恩，都要服从。这句话你问哪个父母，哪个父母不获益？对呀，孩子不好管呐。就算父母有时候说的不对的地方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父母会害你们吗？知道。 所以你们就应该听父母的，孝顺父母，感恩父母，知道吧？国学班将孝顺等同于顺从，但要反驳这样的孝道观念，或许并非易事。实在是我受不了了，站起来走。近年来，各式国学班的出现。 丰富了家长的教育选择，教育部也明确指出，国学能丰富教育形式，但无法代替义务教育。男士离开后，我们的观察还在继续。你在写什么啊？我在写作业。写什么作业？老师学校布置的作业。说了多少遍了？写什么学校里的作业？让你们抄那个《弟子规》，抄完了吗？ 普通学校只教你们知识，但是在我们国学呢，不仅教知识，还教你们怎么做人。女士用手机录下视频。对一个人来说，为人处事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吧？比任何的语文、数学、英语都要重要。这就过分喽！那你们现在上这个国学课的时间太少，只有假期和周末才能上。 要不这样吧，回去跟你们的爸妈说，以后呢就不要到学校去学习了，要长期报我们这个国学班，学我们的国学。这已经涉嫌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了。嗯，说你不要去学校学习，要来我这儿学习，但实际上学校是义务教育啊。嗯，女士一直在关注，她会怎么做呢？ 老师去回个电话哈，我回来要检查哈，好好的复习。你多大了？我11了。长得很漂亮，谢谢。你长得很帅，谢谢。学习一些传统文化是可以的，但是。 基本知识、常识还是要有的。对，一些基本孝道是可以学的，但是有一些老师说的不全对。老师哪里说的不对？我们要学会自己去判断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这个人他就是骗你的，那他说的就是不对的，你也要去评论。你们11、12岁了，那你们在没有进国学班之前，你们的学校的老师并没有这样跟你们说过，对不对？哦。 你看，你们上了这么多年的学，老师都没有跟你们说过，然后你只上了10天这个国学班，这个老师就跟你们说这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其他老师不跟你们说这个呢？你老师跟你们说的一切，你都可以跟回去爸爸妈妈商讨一下。对于孩子来说，这些道理或许难以理解，但作为父母，应该倾听。你们。去学校读书，对不对？你们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同学，很多很多的人，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很多老师会传授你们各种各样的知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仅仅只是在这个国学班里面就统一由这几个老师，那你们的思想就会固定，就会永远只听这几个老师的话，你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，懂吗？因为这样一直下去的话，如果说真的小孩的话，因为这么一句话就导致他后面不去上学的话，其实真的是一个社会包括国家也损失一个人才。不是说不该接受国学教育，只是说这样的国学教育是不对的。比如品德这一块哈，教他们怎么礼仪让人啊，这种可以去学一学啊，但是最基础的知识你不能忘啊。是说它中华文明历史5000年以来，我们现在一直秉承的都是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觉得，它国学班它有好的方面，我们可以去学习；它像那种不对的思想，对吧？我们不应该去学那些东西。对，那不然为什么我们文明社会要到发展到21世纪呢？旁边的这几位路人还不太能够介入，等到第二层面说用国学来代替9年制义务教育，这个时候大家受不了了，拍案而起。刘老师摆明了这个说法违法，咱们这个教育部下发的这个通知当中明确的写出来了，以国学班、私塾、读经班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，都属于非法办学行为。今天首先上来叫开学第一课，当然这个第一课是打引号的，国学班里面把孝道文化、孝敬父母变成愚孝。很多国学班，尤其是给小朋友的，里头就抓住了这一点。父母说的一切都是对的，父母说的一切你们都要感恩，都要服从。这句话你问哪个父母，哪个父母不获益？对呀，我孩子不好管呐。当孩子不好管，我又让他想听话、想省心的时候，我就缺一个这样的老师告诉他，父母说的一切都是对的。这个时候我已经忘记了客观评价的对与错，我会坚决的支持老师说的对啊。抓住了根本上的一个心理。有多少去国学班上课的孩子是因为爹妈已经不知道怎么管了，最好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学会绝对服从，才把孩子送起来。那都是一些比较短视的、急功近利的。我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常识，他们才是未来，我们是过去。我所要做的就是扶持、培养、滋养他们，让他们尽情的去生长。那接下来的画面，现场据说进行了一场关于国学的大讨论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们继续来观察。当这一幕真实上演，我们将看到不同的性别所带来的不同观点。首先是这位女士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领子一定要穿得好，女孩子一定要注意，热也不能这个样。女孩子领子不能开那么大，明白吗？女士一直在关注，不仅要衣着得体，还要听男生的话。不要说男孩子欺负你，就算他们打你骂你，你都要忍着，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的天，这要是女孩的家长，怎么会把孩子送去？男为天，女为地，长大了，结了婚嫁了人，就要听丈夫的。你自己说一遍。长大了要听丈夫的话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衣来顺受，永不离婚。知道什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吗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写着男女平等。这帮办班的他都不怕违宪，我的天哪！对啊，他们本身的行为就已经违反宪法了。你觉得说的有道理吧？有。女士似乎有些愤怒。一个女孩子要懂规矩，以后就嫁得好。嫁得好比读再多的书都要好，知道吧？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感谢老师了。他会怎么做？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男为天，女为地。不应该吧？不应该只什么听丈夫的。如果丈夫错了，那也要听他的吗？随着女士的介入，现场也展开了一场辩论赛。这是以前的传统文化。但是现在社会不一定是这样的，以前的那些道理现在放不上台面了。因为他们现在小孩什么也不懂，应该学一下这以前的传统文化。你们应该多教教他怎么看好人或者坏人，怎么分辨。如果有人对他们动怒或者动不动就骂他们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一个女孩子哈，听从丈夫的三从四德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也要互相尊重。如果男方不尊重你，你一昧的去尊重他没有用的。女孩子呢，就是应该温柔，但是男孩你应该教他。男孩子要顶天立地，是男子汉，要让这些妹妹或者女孩子。反正我认为我教的这个是对的。如果你坚持你自己的，你就不要教坏他们了。面对女德言论，女性的态度已十分清晰。那么，当男性目睹这一切，他又会怎么做呢？我都听不下去了，我一个男的，什么叫做女孩子以后长大了嫁人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永不离婚？阿姨，我跟你讲，21世纪这种婚姻观念，你这种什么是错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也是只是在教他们传统文化。你已经跑偏了，你讲的根本就不是国学好吗？你这跟国学哪里扯得上一点关系？你传输的只是一些以前的封建思想而已。怎么不是国学呢？这叫什么国学啊？男的打女的，结婚以后，女的不能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还永不离婚，凭什么呀？阿姨，你跟我讲凭什么？留学文化只能去其糟糠，取其精华。阿姨，你这教的真不是国学。我劝你早一点把这个小孩子就送回给父母了。面对两位的连番质疑，我们的演员只能落荒而逃，回家了。男士却送上最后一击。回头我们星期一再来上课哈。我知道在哪里了，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电视台曝光你。我说到做到，只是我现在不知道。战斗没打够，越想越生气，还要补刀。那么现在就让电视台来接受举报吧。你好。小沈干嘛？不好意思，刚刚让您这么生气了。想给你解释一下，其实我们是广东卫视，你会怎么做节目组的？然后在做什么节目是吧？我就吓死了，搞得我都懵了。虽然我对国学不是非常之了解，但是国学根本就不是他刚刚讲的那种应该不叫国学，那种叫封建迷信思想。国学怎么讲？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要百度一下，因为我也不是太清楚，但是只是我单方面的听不下去而已，所以我才反驳多说了两句。现在女的一样能赚钱，家庭里面谁能赚钱谁就养家，对不对？女人如果更有能力的话，那女人赚钱养家也可以啊。男的在家里带小孩嘛，不反对学国学，但是要学对的，而不是学这种带有这种欺诈性质、乱误人子弟的这种国学。我觉得那位眼镜兄说的很好，我们100年来反封建、反帝制、反殖民，我们好容易就是才换来了今天这么一个平等的自由的国度，大家堂堂正正的坐下来，就是男女平等，同工同酬。对，它其实传递了一个什么呢？就是女德那一套吧，什么这个丈夫可以打妻子啊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永不离婚啊，这一套连我们男的都不认同了。为什么现在很多男性，尤其年轻的，他们真的是从内心深处认同男女平等这一点，不是说一个女性去认为啊，好像我被别人这个压迫了或者怎么样，不是，有很多男性他内心深处是有这个公平的，一定是男女平等的。首先他非常清醒，知道这是披着所谓国学的外衣，然后实际上传递的是一些不正确的价值观。对，他们每个都已经点明了这一点。但是说实话，面对这样的事情很简单，他已经明显违宪了。对，而且他们这个办学资质合法吗？这完全都可以用法律武器，就现场就可以拆穿他的。就是大家还是绕了很大的弯子。就是从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来看啊，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变相的去消费伪国学的这样一个状态。那接下来的观察当中，据说现场的路人们用自己手中的食物表达对于伪国学的观点，看看他们会怎么做。当演员公然宣扬男女不平等，接下来为了反对女德言论，人们竟做出了同样的举动。首先是这两位男士。哎，你们在干什么啊？打打闹闹太不像话了哈！是他先欺负我的。特别是你，他欺负你怎么了？咱们女德课怎么教的？男为天，女为地。在所谓女德的标准下，男性拥有截然不同的地位。很好哈，老师奖励你们吃点零食。你干什么？我也吃点。你不能吃。那个女德你怎么教的？要的男生吃完才能吃。对。男士们似乎觉得有些可笑。 当这一幕真实上演，一定要等男孩子吃完了，他不要了，不剩下的你才能吃，明白吗？男士的态度十分鲜明。不光现在，以后呢？以后长大了，结了婚，闭嘴，闭嘴。哦，知道了。老师过去一下，马上再过来。那么，当老师离开后，他们会怎么做？ 他自己解决吧。下面有关理解夫妻的关系吗？他不管你们有没有关系存在，那你是不是？不了啊！你想不想？这样他下次有人他要什么东西，他就给你。他说他是你的同学吗？他是你的姐姐吗？他要把男女之间的关系把它平衡，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。现在是封建社会，人人平等。我要结婚订单了，结婚不了。在地方问一下可不？ 你们没吃饭吗？没吃。吃吗？买的当热的。你们一人一个了。韭菜盒子。拜拜。他说的是每人一个，他没有说女的应该把这东西让给男的吃。韭菜盒子刚买的热的，每人一个。刚才的两位男士抚慰了孩子们的胃，接下来另一位男士。 则用食物完成了一次无言的交流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不准吃哈。为什么他可以吃？女德里怎么教的？男为天，女为地。男士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静静的观察。我先出去，我回来要检查哈。嗯。而当老师离开后，男士却立即起身。 怎么做？自己也可以学会选择。可以啊，你给我。你都不听老师的话，你还给我吃？因为你刚才也把哈密瓜给我。这样什么？可以呀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哈。 你分享给我的这个吃的，比我吃的任何一种东西都要好吃，因为我觉得你懂得分享。好吧，来，以后要这样做好吧？以后要做一个好的小伙伴，好吧？女士教会孩子分享，但这样的和谐场面。 却因女演员的即将回场发生重大转变。那老师怎么还要回来啊？老师，我要摇下面的告诉你的妆。目瞪口呆，目瞪口呆。你不听老师的话，到时候我回来跟老师说，怎么办？那样说，你过去白雪人怎么办？别让老师马上就回来，怎么办？这问题太低了。我们的老师当然会回来，而且还会检查功课。 刚才这个小姐姐给你们吃哈密瓜，你是不是等这个男同学吃完了你再吃的？究竟向老师说了些什么呢？广告之后你会怎么做？观察继续。欢迎回到你会怎么做？今天我们关注国学课。上一节中，女士打算向老师告状。你们怎么样啊？ 不觉得，哎，老师好，吃吧，老师。啊，没事。坐在对面玩游戏，然后想拿一个图。哦。老师，这个哈密瓜我自己吃不下。刚才这个小姐姐给你们吃哈密瓜，你是不是等这个男同学吃完了你再吃的？是我给他吃的，我只给他吃的。但是我是先给他吃的，后给他吃的，然后两人他们互相喂的。或许是为了老师看得更直观。 女士现场重演了一次。我想吃这个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呀。谢谢。嗯。那辅导长，你们是国学的老师吗？对。因为我自己也是当老师的嘛，然后但是我当的是幼儿园老师，就是跟小朋友这方面比较亲。我之前也是在一个国学的幼儿园嘛，我觉得他们这么大了，并不是说几个月大的小孩子，3、4岁，他们有分辨这个老师说话的对与错的，他们有这个去判断能力了，并不是很多东西一定要强加给他们。因为什么叫成长嘛，就是慢慢去发现，去经历、去体验这些，对吧？而且课本上的字面意思，生活都是我们自己去经历的，并不是你看文字你什么就能知道了，对吧？文字不会教你生活，也不会教你工作，也不教你社会经验，人生都是自己体验出来的，你只有自己脚踏实地的去感受，你才能知道这个文字和我们社会上生活是两码事。其实我们是广东卫视，你会怎么做节目组的？我知道，因为我经常跟我妈在家里看这个节目嘛，然后我们就是也经常讨论什么的。因为我自己也是个老师，尤其我听到她说她也是老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身为一个老师，你更不应该这样去教导你的小孩子。您也是老师是吗？对，我也是老师，我是幼儿园老师。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碰到这种东西，都应该去说这些东西，因为尤其是我觉得我也跟她同样是女孩子嘛，我也不希望女孩子听到这种话，我也不想自己女儿以后遇到老师是跟她说，我先拿个小女孩的，因为我不希望让她通过她刚刚老师那些说的话去影响她，甚至是打击她。我想先给她一个安慰，你在别人那里没有的东西，我也可以先给你体验一下，然后后面再慢慢的给他们两个讲。教他们分享，因为老师不是跟他说吗？他说只能等他吃完，他就吃。我就觉得应该告诉他们，从小应该分享。尤其我是通过分享，然后把老师说的话给他掰正。他也可以直接，老师这样说，你要守规矩啊，你要等他吃完才能再说。然后他完全可以把这个饼干递给他，就说老师，我这不是不守规矩，我守了你的规矩，但我也学会了一样新的东西，它叫做分享。然后老师也会觉得，哎，那小孩子都懂分享，那是不是我老师都做错了呢？第一个是给小朋友上一课，第二个我觉得也应该让老师去感受一下，也是让他看到小朋友，想想自己是不是真的教错了。之前看网络上很多这种社会新闻里面，你会发现啊，可能有5成到7成左右的报名的这些家长送进去的都是女孩，就女德班和这种所谓披着国学外衣的这种糟粕班，通常都是向女童来输送这些东西。而且我们今天虽然剧情是演员的演绎，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知道的那些披着狼皮的国学班比他还要夸张。因为我之前看到新闻里边有，你知道他们恢复什么吗？缠足，是真的。把7岁女孩子的脚用白布开始一层一层的缠起来，至少说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所谓的那些什么国学班、女德班，包括我们演员演绎出来的，这肯定都不是国学。对，你看每一个人面对这样打着国学的旗号、披着国学的外衣，实际上是伪国学，都是立场坚定，非常旗帜鲜明。首先，他们非常清醒，知道这是披着所谓国学的外衣。然后实际上传递的是一些不正确的价值观，他们每个都已经点明了这一点。但是说实话，面对这样的事情很简单，他已经明显违宪了。对，而且他们这个办学资质合法吗？这完全都可以用法律武器，就现场就可以拆穿他的。家长朋友，如果一定要让小朋友去接触国学的话，其实很多东西，比如说围棋是不是国学？对啊，围棋里面就是涉及到很多加减乘除算术的东西，可以帮助孩子甚至提升数学成绩。他得算一条大龙。朋友们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。本节目是由东鹏特饮大力支持，年轻就要醒着拼，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。大家可以在爱奇艺和腾讯视频来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。下周同一时间，让我们再会。